中坚强。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，飞过绝望。好好听哦。你要红枣吗？你吃过吗？尝一颗。说你的世界里只停在创造101评价首秀的3A 表演和第一次公演的红色高跟鞋舞台接连出现，但你目前人对不起要很久，但你目前仍然没有什么代表作，你会有压力吗？懂吗？对，我觉得我跟他不一样，所以他是秘密李时晴，我是妮妮郑乃馨，我跟他不一样，我们的表演不一样，我给你们的感觉不一样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不用让我逼他什么什么什么，所以因为他也有他的目标，我也有我的目标，我也有我的梦想梦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不压力，我没有压力，因为我来这里，我想自己，自己达我的目标啊，对对。所以我没有压力，我不担心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好。我模仿。